它是我们 MIT 大家最喜欢的布料，螺纹冰凉布料，就是外面是细小螺纹，内里就是冰丝滑料的那一块。然后呢，它完全不会变形，也不会皱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非常方便，很简约的一件上衣。它就是有点小短版，但是我们又不要去露肚子的长度，然后又有点这种微落肩的宽松舒适感。这一件呢，是我们 MIT 独家台湾制造，外面没有的显瘦显白的紫色哦，绿色跟一般的穿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绿，它是这种偏草绿色，完全亮亮的感觉。然后手袖任何的地方都是弹的，它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素素的就很好看了。这个白色超级推，无比亮白，真的是大牙白耶，真的是每个人穿的都会显白。一样白色多少微透，其实里面穿上浅色或是白色的小可爱最适合最好看。它就是微宽松，有点小短版，又不会太过于合太过于紧，所以如果你在找有时候就是不想穿背心，想要穿一些短 T 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些小短 T 搭在里面，你看超级方便，而且又不会过于紧绷，冰冰凉凉，长度都恰到好处哦。好，所以呢这样子的内搭兼外穿的白 T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